咁咧，如果真係咁唔好彩有傷口嘅時候咧，最想唔想有呢個疤痕嘅出現啦？咁其實好簡單嘅啫。第一樣咧都係要個人嘅護理好緊要嘅。咁啊防曬啦，因為曬得多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刺激個傷口，同埋咧有機會咧令到啲色斑沉澱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就盡量減低咧個皮膚發炎嘅機會，即係傷口發炎嘅機會啦。咁可能咧有啲太過粗魯嘅運動啦、游水濕水嗰啲咧，就盡量避免。保持傷口的乾淨其實最重要咯。至於很多人就想著，哇，會不會是吃豉油或者吃一些牛肉令到傷口發或者令到疤痕增生呢？其實這件事就暫時沒有充足的醫學實證的，說吃完豉油會令到差一點，但當然呢我們醫生都有建議他，其實 你傷口發炎的時候吃少一些味精啊，吃一些調味的東西，其實對傷口呢都減低他皮膚過敏，但不是直接呢會有些豉油或者令到他的皮膚增生了。但的而且確有一種的食物呢就真的有機會令到疤痕增生，就是一個叫生乳的。其實有些研究就說原來有些生乳湯有時候都想著哇令到它的快些康復，原來有機會令到疤痕增生，所以如果真的容易有疤痕增生的人盡量就避免生乳湯。如果咁唔好彩真係有疤痕增生，咁似乎係一個隆起嘅疤痕啦，淨係顏色啦。如果淨係純粹顏色嘅話，當然可以試下搽啲去屑藥膏，希望減淡色斑，同埋佢自己都有機會淡色咗嘅。咁如果唔得嘅時候，可以做一啲果酸嘅治療，促進翻皮膚嘅新陳代謝，令到個顏色淡色咗啦。咁當然而家科技嘅新如意啦，可以做激光咧都有效咧，能夠咧令到啲色斑減色咗。咁但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啦，有啲叫做突出嚟嘅疤痕增生，可能係一啲增厚嘅疤痕啦，或者蟹足中嘅疤痕咧，就可能要用特別嘅治療方案啦。譬如最傳統咧，可以打一啲類固醇。咁好多人咧就諗住哇，打類固醇對身體好大影響喎。其實因為淨係打落疤痕嗰度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好安全嘅。咁用啲針直接打落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可以用一啲叫冷凍治療，用液態氮氣啦，-196°C凍翻落嗰個纖維化嘅地方，令到鬆軟咗，達到治療嘅效果。當然亦都有其他嘅醫學嘅治療都可以幫到手，譬如一啲叫做分段性嘅激光啊、分段性嘅射頻咧，都有機會咧改善疤痕嘅情況。不過就係都要留意啦，其實呢啲好多時候咧，只可以改善，就嚟100%冇曬咧，都係比較困難嘅。嗱，市面上咧好多唔同嘅疤痕貼咧，都聲稱咧可以改善疤痕嘅預防疤痕啦，或者改善疤痕嘅增生嘅。咁的而且確咧有一啲係有幫助嘅。咁其實原理好簡單，尤其是咧可能有啲叫植膠嘅一啲疤痕嘅產品咧，佢原理咧令到咧個皮膚咧鎖水，咁咧希望減少水分嘅流失啦，保持個傷口咧乾淨啦，咁其實會有機會咧改善呢個皮膚傷口嘅愈合，從而減低疤痕嘅增生嘅。咁但係其他有啲本身佢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咧，就未必有幫助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揀一啲去瘌嘅產品嘅時候咧，最好睇一睇嗰個產品上面咧有冇做過相當嘅科研。科研嘅意思，佢究竟咧有冇係做過好多研究啦？係咪真係有效改善？因為咧，如果喺用翻啲唔適當嘅去瘌產品，不單止未必去到瘌，反而因為可能佢本身嘅成分會刺激皮膚，就反而令到瘌咧越用越差。咁所以選擇嘅時候咧都係小心。如果發覺咧用咗幾次之後，反而個瘌咧冇進步，仲越搽越痕嘅時候咧，就可能對個產品咧有敏感了。